这可是我儿时的一个梦想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尝一尝究竟好吃不好吃。好想喝一口汁啊，就从下面开始吧。好漂亮，像是奶油雪糕一样。我们来撕开前面尝一尝。哇塞，猜猜里面什么馅儿的，有没有夹馅儿呢？当，哇塞，是素蛋糕，也好好吃。我们看看第二层有没有夹心哦。三二一，有没有夹心？蘸蘸我们的汤，绿色的。如果第四层没有夹心，给我来个双击，我猜它没有。然后生日的那天要给你们人人送一个哦。当当当当，你看我猜对了。我家小朋友们都馋不住了，来瓜分蛋糕，现场面不易展示，连奶油都没给我剩，记得关注我哟。